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亚比亚比星球，我是科比。今天要来访谈的对象是第一次和我合作的杰尼珍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杰尼珍。那第一个问题，你对这次合作的童话改编歌曲系列的计划有没有什么感想？就很开心能参加这个计划，因为我也没有想过童话故事可以改编，然后改编的让我唱得很快乐。真的吗？真的。不要骗我。我没有骗你，超快乐哎。那第二个问题，你觉得我写的歌很难唱吗？不会，超好唱。快点跟N9说。只是呢，就是反拍有点多，让我有点措手不及。但说实在的，其实很蛮好唱的，而且唱得很舒服，就是我觉得可以找到我自己喜欢的音域，然后跟喜欢的调调。OK， 感谢你。谢谢。那非常感谢你今天来到这里接受访谈。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欢迎按赞分享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，拜拜。